离楼张举上。孟子曰：离楼之明，公叔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人心人问，而民不备其责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诗云：不迁不忘，率由旧章，尊先王之法而过者，谓之有也。圣人既节目立焉，既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平直，不可胜用也。既节耳立焉，既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。既节心思焉，既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人负天下矣。故曰：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。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治乎？是以为人者，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上无盗魁也，下无伐首也。朝不信道，公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行，国之所存者，性也。故曰：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。田野不辟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。诗曰：天之方绝，吾然意义。意义由踏踏也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，言则非先王之道者，犹踏踏也。故曰：则难于君，谓之公；臣善避邪，谓之敬；无君不能，谓之贼。